是陈以慈，我从事 LED 租赁的行业，今天很高兴来参加利用 Google 打造官方网站的课程。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会做网站学会了做网站。那从这个从刘奶爸的这个课程中间，我学得到了很多做网站的相关资讯，知道这个网站是无远弗届的，所以我今天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，谢谢。